原标题：唐朝公主嫁了三任丈夫，死后与谁合葬成了难题。三任各有各的理，唐中宗的三女儿定安公主死后，其下葬礼仪在朝廷上掀起轩然大波。因为定安公主先后有三个丈夫，她究竟与谁合葬比较妥当，成了个大难题。显然，定安公主的第二任丈夫韦陀是没有资格的，那么只能在第一任丈夫王同角和第三任丈夫崔喜之中选择。公主和王同角的儿子王友说，他老爸才是正宗的驸马爷，应该和公主一起合葬。皇帝想起了王同角当初拥立自己登基的事情，天秤倾向了王友，可崔喜不干了，说他是公主最后的丈夫，公主与王同角合葬了，那他以后咋办？崔喜的话也不无道理，皇帝为难了，于是下令朝中大臣详加讨论。这时给侍中夏侯恬说，公主最早确实嫁到了王家，但王同角命不好，早早就抛弃了公主，公主活着时就与王家恩断义绝，如果与王同角合葬，王同角地下有知，恐怕也不大乐意，而崔喜死后也一定会控诉于冥府的，所以公主应该和崔喜合葬。王友鼻子都快气歪了，哭哭啼啼地找到皇帝，一边哭诉一边指责夏侯恬居心叵测。皇帝听了大怒，一面下旨让专管祭祀的官员按照国家典章依例办事，一面严旨斥责多管闲事、说话刻薄的夏侯恬，并将其被贬到基层当了地方官员。最后定安公主还是与她最不待见的第一任丈夫王同角合葬了。有序有料有深度，来源百家讲坛杂志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